赛期 CBA 各支球队都在补强，其中新疆广汇和广东宏远更是大肆引援，挥金如土，中国首家盟夺冠的目标不言而喻。作为联盟稀缺的高中锋张兆旭更是各路豪强追逐的大牌，金江月都有意邀请加盟。在上海男篮更换了投资方后，以及功勋主帅李秋平回归，又相续引进了刘伟、罗东旭等实力球员，最终张兆旭还是选择了续约上海男篮。张兆旭出生于山东烟台，31岁身高2米21， 15岁时身高已达2米05，后被篮球教练看中，仅用两年的时间便进入了山东青年队，并获得全国冠军。18岁张兆旭加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成为队史最高的球员。经过美国历练之后，踏上 CBA 加盟上海男篮。自2010-2011赛季加盟上海男篮已经8年时间，每个赛季张兆旭场均出战20分钟以上，场均8分、7.5篮板，都球队主力首发球员。上海男篮也一直将张兆旭视为舰队核心，最重点培养。回国不久，凭借着优秀的身体素质以及高挑身材，成为国家队稀缺人才，并成功入选了国家男篮集训队，向续随队获得2010年的亚运会男篮冠军和2011年的武汉亚锦赛冠军。最近两年，国家男篮红蓝两队分别组建球队锻炼新人，张兆旭也入选男篮蓝队。现如今的31岁张兆旭也迎来了职业生涯黄金时期，期待新赛季有更好的发挥，不仅有辉煌的职业生涯。张兆旭的感情生活同样令人艳羡，妻子刘月彤是心理学硕士，是一位有才华有颜值的美女。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邂后，很快便确立了情侣关系。张兆旭身高2米21，刘月彤的身高1米53，两人的身高差更是达到了68厘米。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，妻子能够满足一切需求，两人在2014年正式步入了婚礼的殿堂。婚后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十分幸福，拼搏的脚步在路上。31岁是一个奋斗的年龄，而张兆旭也在篮球场迎来黄金年龄，期待张兆旭取得更大成绩。夫妻双方身高差68厘米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留言条讨论，谢谢。